应牧人牧放他们，我是上主，要做他们的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圣达修主教圣师，他是早期教会的教父，是希腊人，不过在今天的埃及出生，在亚历山大出生，也后来最后也做了亚历山大的主教。不过他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在沙漠度隐修生活，更接近天主。后来他也参与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是325年的事。后来因为当时的教会也对教会的道理还在继续辩论，寻找正确的道理，所以当时的所以的异端也蛮多的，特别是亚列异端。那圣达修他鼓励教会保持正确的道理，还有攻斥亚列异端，所以结果是他好几次受流徙的之苦，必须离开他的教区。可是最后还是教会承认他讲的道理是正确的，所以他对教会的贡献非常大。我们感谢天主，他拣选圣达修做我们的信仰的老师。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道礼。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曾赐给圣达修主教智慧与勇气，使他维护你圣子天主信的真道，求你使我们因圣人给予的助佑与教导，能不断地增进对你的认识和爱慕。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大恩以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宗徒大事录。使徒和长老辩论多时之后，伯多起来对宗徒和长老们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要借我的口使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也为他们作证，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景象上
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的轭呢？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默不作声，静听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和奇迹。大家安静以后，雅各接着说：弟兄们，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民族属于自己名下，这完全符合先知的话，正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味以倾倒的居所，以坍塌的等，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使残存的人，就是一切奉献于我名下的民族，都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上主所说的，因此我认为不要难为从外邦皈依天主的人，只要写信告诉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不可吃致死的牲畜的肉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人宣讲梅瑟，每个安息日在各会堂中诵读他的书。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请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要向万民宣布上主为王，他稳定寰宇，不再动荡，他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父怎样爱了我，我也怎样爱了你们，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如同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也成为你们的喜乐，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圣道礼强调我们教会的团结，团结的精神。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读经，依旧是耶路撒冷所有的大公会议的过程。那最后这个会议决定参加会议的教父们，他们决定外邦人基本上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法律，他们可以自由的加入教会，他们要受洗就可以加入教会。基本上以后无论是谁都是一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没有把全部的教会的教友分两派，而大家一起要这样做一样，没有分这批人跟 那批人不一样，我们都要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定，教会的法律，全世界都一样。这个就是教会的团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因为耶稣也是这样，他把所自己得到的也跟我们分享，跟教会分享天父的爱，天父的命令，他的喜乐，耶稣的喜乐都要跟我们分享。耶稣没有保留什么为了自己而已，他愿意跟我们分享，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感谢天主的安排，天主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在教会都是平等的。虽然你们教友可能认为啊，神父修女都有点不一样，有特别的规定，没错，可是平心徒还是要遵守神父修女遵守的规定，当然程度不一样。夫妇的生活也有规定，贞洁方面的规定也要服从，彼此服从，当然要服从天主。一般的教友也要关心穷人，所以要跟别人分享，都是一样。感谢天主的创造这样的教会，希望我们也会努力彼此相爱。我们为教会所有的成员祈祷，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却已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称献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上信任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愿您的名受显扬，愿您的国来临，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您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您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感谢天主，他今天赐给我们圣达修坚持信仰的好的榜样。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圣道里礼称我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天主的爱借着真神以心住在我们心中了，父怎样爱了我，我也同样地爱了你们，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心中